好，来，我们切换一下画面。好，同学，这张图漂不漂亮？漂亮哈、哦，来，我想让你会啊，哦，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，哦，那么等一下你会哈、哦，这个这边，哦，我要跟他聊天哦，来，各位请看，如果我想及时的让你会看到这张图片，怎么做？我想让女贵及时的看到这张漂亮的图片，你就按这个，这个有没有看到？截取什么画面有没有看到？来，我按一下喽，点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你的滑鼠？我的滑鼠变十字哈，我就按住这个滑鼠，按住哦，拉下来，把这张图选起来，好，手放开。按打勾，你们看一个绿色的打勾，一个绿绿的打勾。等一下，你们因为你们广播，所以你们看不到。等一下，你自己呢找一下，按一个绿绿的打勾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张图就跑进来了。哦，我按个 Enter。好，这时候女贵呢，她的聊天室就看到这个了。所以是不是很方便的，立即的就把电脑的画面就抠过去给她了？哦，来，我再找一张。比如说这张很漂亮啊，这张很漂亮。好，我再做一次哦，请看一次哦。所以你可以在电脑上及时的就让对方看到你电脑的画面。我再讲一次，按这个，你要先进到对方的聊天室哦，你跟他必须要先在聊天室里面才会看到这个东西，啊，就叫做截取画面哈。我把它点一下以后，你的滑鼠会变成十字。来，各位看前面，帮我关一下灯。好，帮我关一下灯哈。来，各位你注意看，我再做一次哈。来，这个等一下呢，我讲完，各位可以练习一下哦。哎，我忘记那个手机有没有这个按钮，好像没有哦。哎，好，交错使用哦，难免就会灰。好，各位稍看一下前面哈。哎，加固我传。哦，有出来了哈、哦，来各位请看，好，来我要做给各位看哦。所以你在电脑上聊天哦，如果你要让对方及时的看到电脑的画面呐、啊，来请看一下我怎么做。第一个，你要先跟他进到聊天室，跟他聊天，然后呢，请你按这个，有没有看到？我现在按这个截取画面这个按钮，看到了哈、哦，点一下，这时候我的滑鼠画面会变暗哦。那、啊、我的滑鼠变成个十字，有没有看到？我移到我要的地方，按住滑鼠左键拉下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拉到我要的画面，手放开。同学，你加快快点，你看到几？告诉绿绿的打勾，有哈、哦，绿绿的打勾，你把它打勾。OK，你得照例来啊，你加快快点。哦，啊，我按个 Enter，这样子对方就马上看到这张图了。他就可以把这张图储存下来了。好，来，题目交给各位，你练习一下，找隔壁的同学聊天一下。哦，然后呢，及时的抠那个把电脑的画面抓给他。好。